可以，今天是2018年11月27号，我们刚吃完锦鲤火锅，满身火锅，我们去Bugis拿了我们双十一买的东西，大概有23公斤，好多哦。好，我们要开箱了。这是什么？彼此都买了什么垃圾？不吗？哦，我那边也不，这是你的吗？不知道啊，这是六百里加急啦，这个、哦、这是你的六百里加急，故宫博物院。什么拆开？好沉呐、啊！这是什么中性笔？中性笔。这，我就说，哎，我觉得你妈这个是最沉的，跟她要运费。你会给你妈看这个吗？他看我买这么多东西，要杀了我吧？屏蔽掉了。哈哈，大家邻居搞的是什么 ？OK， 我真的打开了。这你那个枸杞什么垫儿？哦，这个。我的水桶包，蛮可爱的。啊？可是看起来很那个哎。是在故宫买的吗？对啊，就是和一个皇帝的那个瓷店是一样的。你家那个这是什么？这不就理发店那个灯吗？这啥？你看这些都是重量。哎，我这个袋子很好看啊，23公斤。这你会背出去吗？不需要。哎，你可以把你那个镜头放进去。这很奇怪哎。这俩还算是这本书也差，正这一年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运费啊，23公斤，估计18公斤是你的。好 ，maybe 哦，自己会飞来飞去的东西，来自故宫的礼物，猫咪沙包一套，那是我弟要的。哦，是你妈说会给你带的、啊、这沙包啊，姐姐，你说重不重？这帮你开吗？需要我帮你开吗？嗯，哦，刺绣小包，好，哇，刺绣小包，哇，头背好高级，这舍得用吗？不舍得，但是它好漂亮，很难背进去，就你平时邋邋遢遢的。丝绸般的包包，配上了你的睡衣吧。我现在把那个白色睡衣、这个、啊，这刚好可以放我们的手机，是那个手机支架。好可爱，这是吗？锦衣卫手机支架。怎么用？就哦，就这样子。嗯。那你可以拿我的手机，我的手机呢？要试一下吗？让它脱。我的手机的是，我的手机啊、哦，在这儿。啊、哦，哎，可以。对啊，就角度不太好，角度不太好。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一下，正面、反面、后面，只要998，锦衣卫手机架带回家。好贵哦！哎，一刀小心。哎，你可以拿去放后面还是这样子？哪个？这个架子呀？没关系，就放在这吧。可是都看不到你的脸，你可以坐过来一点。哦、好，我们是非常。专业的不专业的，哎，你弟这个真的很沉哎，我的，你弟就想要这个东西、啊，对，这是你弟考试没考，不是没考好，差一分就拿到的这个，对，他想要一个，然后你溺爱，可是你弟明明是男生，为什么会喜欢这种东西？都录进来了呢，得听我妈后期点开，你看他的弟弟。薛夏好90分拿到，他考了89，是不是？91分他拿了90.5。啊，91啊！我的 Sally， 猫咪，我的 Sally 水壶，2只，有3只了。我的 Sally 筷子，4只。买一些乱。我的 Sally 旅行套装，黑喵，黑喵。我爱 Sally， 不是。等下你售后可以把他们装到这个桶里面吧？
你记得给你弟，都不记，太多了。这个直接放外面吧，放后面吧，放后面这里，放后面，有点忘记。OK， 这是谁的？白色，这是我的，这个好沉啊。这啥？应该是我的那个餐具吧。那是金属的餐具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沉？我以为它就是你的塑料盒里放的。我去，这个，哇哦，哎，它是给我买的衣服，什么东西？You will buy my idea. 大家要环保 ，OK? Please 去买你的餐具。我有两个，送了你一个吗？不可能。真的吗？这么大一沓、啊，点点，就很像我们家正装的，就是正常吃饭一样。哦，好有仪式感哦。这个好难看，这放笛子的吗？自己做一个吧。吹箫。完了，看不了。你想弄开这个东西，好好的，我直接就放进去了。他真的送了我，怎么了？就是个盒子，然后要我放得进去吗？都很长哎，当然了。那为什么要分开装呢？不环保，还占重量，就是23公斤的运费哎。来来来，这个套好难看、啊，可以浪费钱。学校明明给了一套餐具，可是那个它一洗它就有味道，真的就是我之前弄那个面的时候吃了以后洗了会有那个，真是还是有味道。猜，我的，我们不要看了，我们就打开看是什么吧。啊，你看我的东西我放哪里？放这个，这是我的东西好吗？宫廷，我这是宫廷。哎，哎，这怎么跟食物不一样？淘宝的那个图片，然后一切切到了我的衣服，你看，你切到了我的腿，你往后坐坐嘛。本来头就大，你这样子显得头更大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你这个大，这个大蛮漂亮。对，你可以看你的 packaging， 下次做 Cindy 的时候可以用啊。啊 I have my own style. OK。咦，是长这个样、真的很和照片里完全不一样。是不是？可是颜色还有 shape 我想去把它换上，还有 shape 让我试试，这样我就不用穿这件有油渍的衣服。在这个小小的宿舍里，我们两个人在这里不知道搞毛戏，它就是个什么样的设计，我都服了，好宫廷啊。我看看，这是我，这是小李的手机壳，帮他买来的。壳、好奇怪，我觉得我买。我现在决定 surprise， 看看是谁的。口袋还有毛衣应该好看吗？还可以。就是两边开叉有点怪，好宫廷哦。好宫廷哦。这是谁的毛衣？这毛茸茸，这个毛茸茸是谁的？毛茸茸，就跟想象不一样吗？是我的吗？是啊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我的。你买什么都不记得，还有这个，它也挺 heavy 啊，这一大包。对，这一包有2公斤。没有，我有3-4公斤。哎，不行，这衣服不能丢。哎，这个感觉很好使、可是这个没有办法直接当毛衣穿，这只能当外套穿。我给你打开，开吧。哎，你可以试试看这个，你刚刚不是说，哇塞，好舒服哦，好舒服，真的很舒服。我这怎么毛吗？哎，这也蛮。你这个会经典吗？这个肯定会经典。它的颜色很好看。哎，我买的这个我觉得很好看。哎，好像还蛮好看的。很好看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觉得我穿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因为里面没有宫廷。够了。哎，我
我自己不叫宫廷，我叫复古。好像也还可以。哎，有一种那个妈妈可以给我织个毛衣。我就是因为你黑，你用黑色的那个。我很娱乐我。哦，这个好舒服哦。这个会静电吗？嗯，应该也会啦。毛衣多多少都会，这个应该还好。哇，这个好舒服。应该是那种晚上，就是你脱下来时候会看到电光的那种。它真的好舒服。是的吧？它这个领子会不会太……这水羊毛的头肯定放不下。垃圾。这个领子，我现在看不到我的肥肉，我可是吃满了，吃两个小时火锅的。这样子吧，应该是。哎，这个衣服老翻过来，还是很就是宫廷的衣服就是不可以乱动 ，right right。哎，不过这个在夏天穿，夏天的空调房里穿很舒服，也很瞩目。要拉前面还是后面？哇哦，这个看起来还蛮好看的。就但是你会觉得这宫廷风使得我这整个很粗 ，OK 啊，哦，这不错啊，指甲垫推给我吧，这蛮舒服的哎，指甲垫推给我，大家去买，各位观众去买，我们的观众能有谁？寇莹会有你对不对？林一杰，你给我看，本丽也是啊 ，Rikayat，OK。什么我们在我们在我们下面会放上链接。啊，我得去找，好麻烦。这把琴，大家看看就好，不要买哈，大家要省钱呢、哦，要省运费，不容易啊、要省运费，不要像我们不要寄到新加坡来啊。哎，这个试试看。笑死！你这不放里面吗？好，不管你放进去。别再穿吧。要不然给我个袋，我把这火锅味放在一起。看，这味太大了。我今天就要穿这宫廷风回家。妈呀！这个感觉会经典哦，这个好热，这没那个舒服。这个在这个空调房里面，我都已经听到了它静电的声音。有的还不错，这也还不错啊。啊，这个好大呀！我就 OK 啊，你觉得 OK 吗？嗯。You wanna try？ 你试试这个吧，如果你不介意这个领子啊。卡到我头了，这个领子怎么了？我说我这个领子，我又买了白色的衣服，我也买了白色的，穿白色。可以去把上面衣服脱掉换一下。你不把这装进袋子里？你不是这个要试试吗 ？You will 什么东西 ？Buy my ideas， 这什么衣服？哎，这个质感还不错，感觉。对啊。多少钱？两百多一点，200块左右。这一件衣服200，富家子弟。最近阳光的伙食挺好啊。怎么都胖了？然后你真的有静电啊？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不舒服，没有刚刚那个舒服。我看看。哎，你好，你穿好像比我穿好看一点。我回家再试一试，不好看我就卖给你。我的肥肉，我就卖给你。卖给我进店吗？嗯、好了，送给你了。送给我，我考虑一下吧。耶，这也是我的宫廷风同一间店。为什么分两个？我就跟你说啊，我买了四件衣服，他给我分三批发货啊。这个店真的是分开买的呀，我要替他。对，这个是这一件是分开买的，但是那一件真的不是，那这四件真的是我一起买，给我分三次发货。哦，是我的连衣裙，这一件衣服真的很多。怎么又买抹布？桌布、哦？你才桌布嘞！这袋子，我不要这袋子，什么袋子？我给你放的那个衣服啊。是什么？厚厚 K。那嗯，嗯，颜色色差好。是黄色的吗？这有一件连衣裙。我的小刘呀、嗯，买不到。连衣裙，连衣裙，我好累啊，这样子一起来。怎么感觉有点大？我的小刘呀，鼠标垫。这样吧，我跟，好
好，最后再试好了。可以放这儿吗？放呗。这个人有洁癖，不能摸他的床。因为我是包子。这是谁的血？这是你。TC。这是我。哦，这是我的，应该是我的那个回忆。飞跃。是吗？天哪，给我包成这个德行啊！买了几双？两双。我看了两双白色，估计是。大家请支持国货，支持国货，已经买不起 Superga 了，买不起 Vans 了，买不起 Adidas。哎，还蛮好看的哎。哦，不错。嗯。红红的。哇。看。这是在那个旗舰店买的，我没有买其他店啊，旗舰店买的。这是什么？我的棉服。好看吗？他送了一双袜子。我上次买东西送我袖套，你知道吗？可以理解啊。不是，是那种紧的防晒的那种。哦，这个挺好啊。哎，这个好看。显腿长。我站起来啊。我要站起来多少次？坐一下。我这好多线头啊，这件衣服。哇，这衣服好大，好多线头。耶、yeah, ，还有一只鞋。你神经病吗？好兴奋！你知道我等那鞋等很久了，因为我那个我那个苏格达已经烂到后面都已经起毛了。你看出我们两个是要去冬天的地方。这好像 New Balance 的感觉又不像。还阴下去了。我先拆下来，你帮我车上去。这太厚了，很难的。还好啊，撕不下来就行了。硬的什么呀？多少钱的衣服？这个才一百多。啊、哦，那你穿一百多一个这样的，哎，这个好酷，这个包，你看，这才叫环保。给一个纸的袋子就好了，不要搞什么盒啊，什么又占地又环保。大田径运什么鞋？运动鞋，运动鞋，啊，才38块钱，38块钱我买到一双很好穿的鞋，我看看。哎，不过这个鞋它确实比我本身的鞋要大。上面写着要买，这鞋一定要好好照顾，不然会发霉。这鞋当然好用，我的这双鞋发霉了。哪个？这个。怎么感觉小了呢？因为下雨。你买36号啊？哎，我穿37平时的。哦，刚刚好。我个矮，好吧。好。这感觉一般般。你要用这个装你那个。有味道的衣服吗？我已经找了，是可以封的。你帮我鞋吧，虽然它有一点红。给我一个晚安，可不可以？哇，这才、啊、这才哪到哪儿？这还不到一半好吗？现在这是什么？袜子。好看一下。袜子，我的袜子。天哪，还有这种包装的、啊、对，这不跟你的跟你的梳子一样、啊、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是我买的袜子的包装。给大家看一下我设计的梳子的包装盒。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因为我今天去拿。这是孙中妹设计的梳子的包装盒。是的，请大家支持我的 art production。 哎，可以。我以为你应该做一个，突然想你应该做一半，一个是只有牛郎，一个是只有织女，两个拼在一起，他们就成双成对。你知道一切都是多少钱吗？ It's all about the money. It's not about the money, money, money. 送我这个袜子好 fashion。 感觉我奶奶会喜欢这双。给奶奶。可以啊。这是那个堆堆袜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上面是蓬松的，然后会，可是这样是吗？然后就不会显得你腿粗，就不会蹦出肥肉的那种。哦。然后冬天穿，
配着我的裙子。你冬天衣服已经厚到不行了，你再放那个不是？我就是你知道，我开始用这个鞋到底了，必须弄完它，让我浑身难受。哦，你要这样子往下退。来高一点，让观众看一下，让一杰看一下。哎呀，我的肥肉了，我的腿肚子。看了看了看了，没关系，老大哥不介意就好。My expectation 就是大概这样子，我对他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。我的肥肉一些，明天就穿。这个鞋倒还没跑。哎，这个鞋你看，这是三一样的吗？36。你穿着不是刚好吗？是刚好没有错，但是这两个也差太多了吧？就是230是多少号？这是230，你看，一样的鞋子，差不多，没有差一个厘米，好不好？感觉有一个厘米，我就明显就比较紧。这个前面就凸出来那一块嘛，我喜欢。OK， 下一个，我把鞋子后面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中性笔，我开了。他的妈妈订了三大盒中性笔，这一盒感觉有1.5公斤哎。我们有这么多东西呢，你这么算都已经20公斤了。我现在可以原谅那个代购公司为什么收我们这么多笔，23公斤。我怎么觉得他少收了呢？这是黎杰的包包 ，JanSport。这还有一盒北，这个包可以再小一点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是这种大小吗？他买了个 mini 的，多少钱？2000。这是正品吗？是啊，旗舰店买的。感觉很不正。这个剪裁 OK。东西都。我觉得买这个还不如买 Tank 的那个小孩防水。你跟黎杰讲，别跟我讲。黎杰听到了没有？这是我的室友买的。黎杰还没有半个身体大的包包。就是，这是什么 ？OK， 他先去参加别人的生日 party。我呢，给他放在这里面。鞋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我的 T 恤。然后丢在他床上。为什么这4件 T 恤有一件是没有包装的？它是赠品吗？花钱买的赠品，他不能拥有性。看我的 sushi T， 是 sushi 吗？便当 T， 好难看。这个图片印的。你为什么要买它呢？啊，这个香蕉啊，对，我香蕉。香蕉。哦，不是很多，你在布里边买的这些东西。哎，这个质量不如我上次买的那个嘞。我上次买那个好厚，我这还破了个洞。我新加坡买吗？I mean，这个袋子是你刚弄的吗？不是，我发给人家，是人家退货了，然后发给你的吧？那个也是，他敢。哦，你看这个，我在新加坡买那个就很厚，这个就薄薄的。啊哦。你有看摸我那个红色的那个吗？嗯。那大红的那个穿过。哦。这个厚很多，这个就。但价钱差多少？但是啊。价钱呢？就照理说原价应该是一样的啊，就是那个款，你按原价买就不是这个 material。还有这种事情，别弄脏了，轮子在这。什么东西？轮子在这，你别弄脏了吧。双十一这什么 ？Six One 啊？哎，哦，我买的那个。我给他做个合集，他的 reaction 合集。这个可乐 T， 这个老么贵了，是里面最贵的一件 T 恤了。68块钱，还是80块？我忘记了。了不起。还有一个别的，哎，摸一下这个质感，我感觉刚才那个毛衣质感特别舒服。这个我想买，因为我觉得它当毛衣穿应该很舒服，就很好看。哇，我买这个毛衣，因为我想把它当毛衣穿。那你要把它当什么？就是不把它当外套，就直接这样子穿成毛衣，因为它是 V 领。Like a so V。这个 V 到这了，他要当外套。哦，这感觉会静电啊，很厉害。对啊，这感觉这样一般。这个比那个贵好吗？比那个刚才那个。大家记住，61+不要买61+。对，质量越来越高。但他的模特太漂亮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模特太骗人了。我在这比划半天干嘛？这个质量也不如我之前买那件。你这边装，我想试试。你试。嗯，已经感觉到
买到这衣服让我觉得我不想回家了，因为它很不舒服。那你别回呀、啊！这袖子，看着还可以。这是一个母牙，就阿宝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那个想不起来他唱那个歌了。这个袖子感觉红高粱还是什么？好了，不穿了。你要穿着吗？不要，好热。我等我想打开这个。坐下来，不然显得我腿很胖。今天真的是好困的一天哦。你现在还困吗？嗯。我跟你刚才吃什么睡吗？嗯。哦，打开穿比较好看。我妈肯定回去问我，你喜欢英国吗？都不忙了。结果又不去英国了吗？哎呀，我到底去不去啊？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鞋子吗？四川成都武侯泉，不是老张家吗？哎，老大哥，你会看的对不对？我们已经有三个关，一杰、菲利、寇莹、老大哥。对，我再去找 Isabel， Isabel， 你会看的 ，right， Isabel。这是什么？我说毛妹会不会看？但是我觉得她肯定不会看。数据线，这可以，你可以给我共享一下吗？这你靴子，我的吗？对啊，是你的，你的靴子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好呀，好，好亮哦，是吧？哎呦，闪现！为什么就一个啊 ？Did I just buy one？ 吓到我！什么叫一个？我还想着就一只。什么垃圾？我现在像废墟一样啊！为什么就一个？打开说不定，说不定里面放两个。I mean, 我只买了一根吗？我不记得。那这根给你吧，还是给你那个好的？什么好？给我那个用不坏吗？好啊，把赠品给你。这个鞋子为什么这么的 bling bling 嘞 ？What is this？ 中性病。这，哎，这真的很重，我摸两斤是真的。这真的很重。跟你妈妈说。一公斤的运费是两块钱新币，对不对？十四块啊，五百克一包。哦，这个穿袜子有什么区别啊？还可以啊，假的，好大哦！啊，为什么我的脚每次都不硬？我买这是因为他，因为他说这个是真，就是它不是它是真皮，它不是 PU 的。你那是 PU 的，真皮，你那是革的，这个是真皮的。什么皮呢？我哪知道是？还可以、啊，还挺配你这条裤子。可是显得腿好粗啊！那不是留个空了吗？就是这种袜子不是应该贴起来的吗？留个空才显得腿。对啊，哎，你穿比我穿好看，送你了。不 ，OK， 留下来了，留下来了。今天叫你乱说，我这张嘴叫你乱说，今天可是有凭有据。哎，我刀让我不想吃，雨鞋，这是雨鞋吗？我穿着好像雨鞋，就它这里很宽，你知道吗？都跌下去。那它到底为什么要是个袜子的形状呢？突然就变得好冰波哦，这样子把它弯下来，好想贴些水钻在上面。对啊。哦，腿好粗啊，从那个镜子里面看，这屏幕里面这是什么东西？完了，我的刀让我搁哪去了？扎你屁股！你自己杀了我自己，录到最后开始流血。一个袋子装这个，等一会儿看吧，有没有袋子？哎卡，我的每次都会买的蛋卡。你买手机壳了吗？嗯，对啊。就是那个十六块钱四个的，莫名的抢了个手机壳，这好可爱，是吧？在牛奶，质量怎么样？啊，一般般。十六块钱四个，软不拉登的。What do you expect？ 最开心，好开心最重要。哎，还有 champion， 重要这个是正品吗？这个是假的。你摸你的良心，一定要凑够四个啦！我就随便选，其他的都不好看。哪个是一节的？不懂。就这四个了，嗯，
贼高拉发财。哇，手写的，亲爱的，感谢亲在茫茫人海高山海。人人海商家中选择了我们，大声点，越读越小声，感觉很多字都不太会读。赠予我们希望和信任，让我们倍感温暖和感动。蛋卡，蛋卡，我可以不读啦、啊。我的蛋卡，什么 ？A 卡，蛋卡家，是裤子吗？每次我都会买很多。我觉得等一下李姐进来会，哎、好舒服啊。对啊。Recommendation 谁 recommend 的？我recommend 因为我 recommend 给你的每次、啊、然后你每次谁 recommend 给你的？我自己找到的啦、啊、这感觉垮哎、欸、而且这还没有就是缝进去它就是缝进、就是、它没有缝进它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啊哦、我 hold 不住这种裤子，这种裤子太我感觉它会很暖和，所以我就买了。这也是东西，我还以为是个垃圾袋儿。我们等一下再剪出来，但它摸着好舒服哦。这是我的吗？什么呀？我给我妈妈买的那个，记得吗？不记得。就是挂在天窗上的那个。哦，为什么感觉那么暗呢、啊、？Right， 我们今天好黄啊，你看。就是那个挂在那个车挡板上面放纸巾的，我妈就非常想要这个东西，然后我就给她买了这个。好可爱啊！不是，我希望我妈会喜欢。妈妈，你希望你会喜欢？妈妈也要看吗？我会，我会看看有没有不可以让她看的东西，应该是 OK 吧。OK， 一箱结束了，我们要开始下一箱。啊，这个哎，放在这儿，我把箱子收起来。A 卡，你在哪找的 A 卡？我忘了，反正就翻来翻去。然后我那个粉色格子的小裙子也是他家买的。我们今天就这么带着两个箱子去拿的快递。我每次去买的牛，每次买的，每次穿的牛仔裤也是他家的。哦，是吗？嗯。嗨，走你。OK， 下一箱。好累啊！好累哦，就感觉开了半天也没开出个所以然的感觉。T20 Pro 前后一套，哦，这是小李的。哦，发饰啊，我买了两个珍珠发夹，你有看到吗？我没有看到。这是 Stradivarius， 是你的，我的，我没买。哦，我买了一个毛衣，我蛮喜欢他们家袋子的那个设计的，但是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包装还是不错的，你看看，是 styrofoam。哇，哎，那不是有两个吗？几句，就是已经掉了的意思。看我的珍珠发夹，哎，咋用呢？白的。哦。把你头发。哎，我觉得质感还不错啊，其实不像那种 like 这种全部都掉完了钱。刚夸完，真的不禁夸呢。漆都已经掉了，可以看到吗 ？Oh my god！ You got what？ You got what？ 没有关系，这个是好的。夹住我这几根头发。给你的薄毛衣。哦，这是全。这是婴儿穿的衣服吗？好瘦。嗯，这是你的 medium， 我觉得你买 medium 刚好吧，好像有点大。有点吗？这巨大好吗？你看，感觉可以给一姐穿。我错了，一姐，你不胖，你很瘦。太装了。我把这个 Bershka。也是你买的吗？怎么感觉看了半天都是你的东西呢？孙中飞，我又买衣服比较多，我就心心念念我的鞋子到底在哪里啊 ？It's coming, it's coming, OK。这是你的什么？这不是我的呀，你没有在博士看买东西，我的吗？我
好像没有很多是咖啡。我难道是我买的？我已经被你讲到以为东西都是我的了。难道是我的吗？然后是我的。呀，好惨！烦的。我买的又一条裤子。你要不要换一下看看？不要。配这个裤子就不用穿那么短的裤子，就走来走去。试试嘛。懒得换。就是去嘛去嘛。买都买了，你就跨得过去吗？是什么废墟？是什么东西？我觉得我的衣服好像已经买完，已经差不多了。快乐3960，快乐983，暗黑就是这不是我的。是什么的？看看你的刀呢？你看刀给你、这个裤子，我其实要去跳中国舞。你真好，你把这衣服摘腰里看，哇，这好高腰啊，这裤子还可以，其实。今天我就是 fashion。啊，这还可以。看，你坐下。不弄了，这是什么？是那个鞋里的。你看他好用心啊，做成了一个飞出来了脚的形状，这给你，这也是付了1元运费来的 ，you know。泡沫哭了，我也哭了，飞的到处都是泡沫。等一下，我帮你扫嘛。哎，所以这是什么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刚要打开。快乐，这应该不是我的。什么叫快乐？行，这不用。哦，我的那个裙子，我看到了红色的绒，粉红色的绒布。对，我想说，你知道那个特别显胖吗？穿一下嘛。What's your problem? I have no problem. 微信红包。天哪！哎，这个抖抖抖抖能挂窗子上当窗帘，一个闭幕仪式。哇，这个真是哎，我放这，然后你把它打开，然后就是我的闭幕仪式。Very long， 闭幕。感觉这穿这么大，这好大呀。对啊。感觉我穿都大。我穿。哎，你看你明白那个买家秀为什么是那个样子的吗？你还给我看那个买家秀，说这个人怎么穿的跟一块布一样？这可不就是一块那种纱绒类的布吗？纱绒比较好看吗？我买的不是这个颜色吧？手机的录像也看不了。这个就这个吧，这个就这个吧，我能怎么办？看上去，嘿，心好累。你看，从你开始说什么都是你的之后，这些都是你自己的。我的鞋子，我的鞋子，看这个先。我可以徒手。我刚给你那把刀呢？这是什么呀？生麻灰，生麻灰，这是我在盘哦，这个图片好宽啊！哒哒，这感觉好像饼干啊！确实瘦腿了。暖和吗？我没有穿，我怎么知道呢？哇，里面是绒的哎。哦，不错。那这个颜色有一点儿不黑不灰的。我没选灰色，也没选黑色。What is this color？ 我看这个hole这么大个的。不知道，试试看，好看。说什么？丑啊！我都有点不想。哦，付了24元运费的鞋子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舒服吗？嗯，舒服是舒服，这个穿着穿着脚就会，它穿着穿着鸡耳就没有了。对，我最近又长了一个。你让我不要看，恶心啊你！就是啊，我不知道穿的鞋子，我很讨厌看那个，你可以不
要这样。我买 Vans 的鞋子买小了，然后可是我在美国官网买的，然后寄不回去，然后我就硬着头皮穿了，穿了结果就。你可以送给我，你买吗？黑的那一双。之前那双黑色的、嗯。然后你又买了一双一样的。没有啊，是那双啊，穿出来的。早知道你卖给我了。可是那个38点，能穿了吗？大了。就比我小一点点。我给你的刀呢，你可不可以不要乱放？这是什么？大露背，大露背，蜜桃吊带是什么？这是我的 symbol。可是为什么我要买这个颜色？我喜欢。自己怀疑我自己。哦哇哦！这就是那个我买了4件衣服，给我分3批发货的，还有一个在中国的仓库。今天才到货，我真服了这间店了，就不能给我累积一下吗？我等下再试。好低胸哦，它就是这种 style， OK？ 好，那可能应该穿的还行。可是我好喜欢，我好喜欢。对，是什么？数据线，数据线，数据线。好，想到数据就爽。我好喜欢，我好想要刚才在 Topshop 看到那一件衣服，但是我觉得80多是，不是79呀，贵。开心，等一下再穿好了，现在好懒得脱衣服。啊，我 cable， 我买了一个专门打游戏用的 cable， 是什么东西？是在那个不会坏的店吗？嗯，是不会坏的店吗？对啊，那两个给你一个，谢谢。等我的到了，我再给你。哦，好，你不是没买了吗？你跟退货了吗？退，我想等，过完了再12再下一次，叫我妈给我带。那可能我是无缘再看到他了。哦呦，他这样子拿，感觉我要把他扯坏了一样。OK， 我、哦、感觉不错呀。他们淘宝上写的是用不坏 ，OK， 但是都给我寄错了，我的，算给我寄回去了吗？寄回去了。没有订单号什么的吗？嗯，然后上面写着 return。你大概要个订单号，我要，你不是要我给他们那个吗？对啊，对啊。你反正你有库存。为什么听到放屁的声音？这个东西摩擦的。这个是母呀。很努力的想要看是什么。哦、这已经到最后一个了吗？啊，已经多久了？哎，我们已经开了45分钟了，感觉什么东西都没买呢。少来这一堆什么？什么？我的袜子吗？你的裤子吗？买了一堆空的衣服。我只买了一堆袜子，这是盲目消费，最后忘记看有没有，就直接买了，然后。雨西芒，我有好多袜子哦，跟你说过吗？还记得我们当年开店所剩下的那堆袜子 ？Give me， 我的优衣库终于到了。不是说30天、20天我发货吗？嗯，高领，面买高领。哎，你刚是买了什么衣服？穿在高领里面吗？外面吗？嗯。哪个呀？那个圣诞。哦。去试一试。哎，试试我拍，我帮你拍。每一件衣服都要试穿。好咸哦！喝点水吗？咸。好有趣哦！买十个乐。哦，我妹妹也会看，应该。妹妹，你要看，不看我打你。就是浪费人生的45分钟看我。不是，我们不止45分钟。我天哪，你看看我们这一片狼藉。一片狼藉。我们可以不要切吗？就大家一看60一个小时。快进快进，不看了。哎呦我天。我要把这个垃圾整理一下。头很大，他的头是正常人的2倍，没有2倍了，1.5倍。哇，
夸张，我就穿着感觉还行啊。好看吗？没有啊。我觉得这个毛衣，它这个好长啊，你不觉得？但是这样子显得就是好水桶哦。哎，好好看啊，这个颜色，红配绿，晒狗屁。不会了，还好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这衣服真的是白到不敢穿。这个衣服真的一言难尽。这个质量真的没有我买的那个好。以后不要再 Bershka， 哎，这是 Pull and Bear， Bershka Pull and Bear Stradivarius 都是一样的，不是，这不是 Stradivarius， 这是 Pull and Bear。加压力试试。什么衣服不好看就加压力。超舒服，你要试一下吗？嗯，试啦。配我刚才的毛衣。黄色毛衣外套，嗯，我喜欢这样的搭配，好看吗？好看，感觉我都没有买上衣呢。还好，但我觉得上身效果比那个看到的好。衣服啦，都可以看到内衣。估计会好一些，就是那个绒的，你配哪个？你那个，你那个，哦，这样蛮好看。你很喜欢那个高领吗？嗯。咋的？对高领，越说我头大，我就越对高领有执念。你可以竖过来吗 ？OK， 好。没有内拉，腿老么细啦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哦，新加坡的 Airlines SA 是 SQ SQ 80几 SA 吗？嗯 SIA， 然后航班代码是 SQ。 其实也没有那么难看，什么那个洞洞就我就是那个眼儿太大了，显得它有点那个 low。 OK 了，我觉得不难看。它是皮的，我还以为是绒布的。我也以为是吧，可我完全想的就果然查法的东西就是不能太过于相信图片，但是不难看还好。我觉得其实每次冬天都会有这种问题，真的很怕冷。哎，你知道你现在在实际上一团黑东西在这边。嗨 Hi Bell， 嗨妈妈，嗨爸爸，请你的 imaginary 关注。嗨妹妹，然后并没有。嗨何老师，你应该会看。何老师说如果 我有视频他一定会去关注，他还要做我的嘉宾。这是什么？这好，你知道这像什么吗？ Okay. 那个 waffle。 就是因为他一条一条的。Made in 成都耶、yeah. Manual customization， 是手工鞋来的，所以 它其实是蛮舒服蛮软的，应该是不是应该是挺好不磨脚的，就是我觉得这个皮子可以，老板下次可以搞一个就是那种 matte 磨砂的，不是磨砂吗、嗯、雾面皮的，不要搞什么漆皮，
不然今天就到这样吧，就这样子啦，拜拜，明年双十一再见。